正式开始啦！然后看一眼啊，前面这个 Volkswagen 是思雨，然后在前面的那辆白车是 Felicia 和小新的。今天天气巨好巨好，所以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旅行。我们刚才稍微停了一下，在 Tim Horton 就是为上一下卫生间，然后诶，突然换人啦，耶！ Yeah! 现在是思雨。换了当司机，然后小黄鸭在后面休息。我们是女生的车，这次把男生都赶到那边了。我还是插尾。大家，我们三辆车都停在这儿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被抓了超速。我们也人生第一次，第一次被罚。不要跟着小心走了。我觉得挺有趣的，这个旅程就会被记住，因为开了个罚单。真的太久没录，我都有点尴尬。面对镜头有一丝尴尬。来，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顿饭，都是所有人自己带的，所以有我们冠博做的这个土豆虾，还有北极贝，一个高级的本丝呢，然后还有 spaghetti， 然后还有包子，还有 snacks， 耶、yeah ！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景点。第一个景点叫 Escalier de la Trinité。 等一下，介绍一下朋友，新朋友冰溪。 Yo， 非常非常优质的男人，男友力爆棚，这次真的棒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冠博博士，还会拉小提琴，你说棒不棒？棒。然后还有弟弟，我们的 Leo，专门从 Calgary 过来，你说给不给面子？超给面子。然后这个就啊、哦，小心，好，这个就小心。走完第一段台阶，耶！继续。到达了顶峰，没有风景，只看到了一个下山的路。我们只能往下走了。大家下来了，已经精疲力尽。小哥哥，等我们说一下发生了什么。就是我们看到了楼梯，但是上去了以后是条死路，发现走错了，根本就来都没有来对地儿，所以我们在决定到底还是继续寻找那个地方，还是就skip掉。我们走了有一个小时，终于迎接了好消息，就是终于找到了那个入口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是这里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入口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欣喜若狂，哇！天不负有心人，哇！我都听不懂。像后面就是转过来，发现自己把裙子提到了哪里？我要可以，我都会提到这儿。这才是真正的267个台阶 ，Escalier de la Trinité。刚才都是一些假冒的、冒牌的。小蒲，小心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爬到了。啊，还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叫 Kamouraska， Kamouraska， 据说是最美村庄。对，最美村庄来干啥呢？就是拍拍照，悠闲悠闲的散散步，看看风景，吃冰淇淋。哎，对。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小村庄了，现在就是
要去看日落，应该能来得及。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好，非常感恩，感觉很幸运。有没有想说的黄洋洋？期待期待，我很希望和大家一块看，一边吃饭一边看日落。嗯，我也是很感谢这回思雨、黄鸭和冰溪安排的，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好，很久没有这么大，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旅行了。而且2020年感觉一直都是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一个感觉吧，突然有那么 wholesome 的一个 trip， 然后玩的目前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就很感恩2020年，有感而发。对，2021年的一个好的一件事情，很开心。好，那我们就路上录一点风景什么的，然后一会儿登塔见喽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海边。介绍一下我们一会儿要干什么？我们一会儿要等 Golden Hour 的阳光，然后拍那种金灿灿的照片。对。我们是和那个 Airbnb 的主人住一起，他家还挺大的，可以容得下我们八个人。快看这个小房子也很可爱，门是红色的。欢迎来到80年代的我们俩的卧室。看一下这个床单就很有年代感。对，然后再看看这个电视。还有电视，还有假花。但是呢，好处就在于每个房间几乎都有一个卫生间，就是避免了我们抢厕所。然后你看这个房间是小福和小新的。冠博，说一下你的房间在哪里。Follow me。好的。有吗？C.E.C. 那你的室友是谁呢？我室友名叫。快一点，钱。你是忘了Leo 但是我们房间有一个特点呢、哦、嗯，什么特点讲一讲？没有卫生间啊、没有卫生间哦，没有什么好拍的。冰溪，你的房间嘞？这里晴晴。哇，你有卫生间吗？我有一个卫生间，我们男生的。哇 Max 就是思雨。思雨，你的房间在哪里？哦，这里要小一点点，但是也是cozy哦，但是也有卫生间，不错。然后也有一个旧式电视，跟我们一样。西园的那种。虽然房子感觉有点老，但是觉得很不错，很温馨，很大，而且便宜，对，便宜。多少钱一平？200多一点点。哦，那很便宜，那么多人才200多，不错。我们准备洗洗，然后可能就睡了，就这样。